你们俩有没有联系过方总吗？打算如何赔偿？前面你开给我分析多棒，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？你良心不会痛吗？对啊，方总他没有中毒，他只是过敏。没有证据吗？他只是过敏而已。有证据吗？他只是过敏而已。怎么可能只是没有证据呢？这怎么有问题？他真的只是过敏了，他真的只是过敏了。怎么可能只是没有证据呢？真的没有问题，他真的只是过敏了，他真的只是过敏了。怎么可能只是没有证据呢？为什么？这不合理的解释。哎呀，我吃给你们看。王总解释一下，如果不行啊。 这也不能这样，这也不能这样，对啊，没有说服力啊！你这样，我们给孩子集团送餐，是方总亲自认证的，他怎么会选择一家食品有问题的餐厅呢？他真的只是过敏而已，我们餐厅没有问题，他真的只是过敏了。那你有证据吗？为什么方总一直默认食物中毒的说法呢？ 对啊，对啊，他肯定是说的。你有证据啊？你有证据啊？方总，都准备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 方总，走吧。 昨天，小七似乎挺急的。方总，您要不要登机前联系一下他？昨天毕竟有康叔在，很多事情也不好当面说。算了吧，就算我去找他，总有一天我也会忘记他的。真的只是过敏而已，他才没有问题吗？他真的只是过敏了。 停车，方总，这就快下雨了，您不能冒险啊！幸亏你先请方总出面帮忙，但是被拒绝了，请问是真的吗？既然方总不肯承认过敏，那是不是间接证明是你在说谎呢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要在这里等呀？你不要说谎吗？ 方总，您说一下吧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方总，你不是说一下吗？您真的是一个过敏才出院的吗？方总，方总，您说一下吧。